也对。啊，我们欢迎露露啊，不是，欢迎露露，耶！大家好，我是露露。哎呀，我们欢迎面面。其实是我家最喜欢 Hello Kitty， 主要是他最喜欢 Hello Kitty 啊。啊，嗨，同某 Hello Jack。嗨几点了？啊，不是要嗨。怎么知道说嗨了？是谁啊？是面面，果然是面家。你看他的面家，够吧？嗨嗨，面面，我看一下点。是面面，我们终于，终于，我们约超久的。你不累啊？还可以嗨成这样，我为什么累？我不累啊。发，我，自敬一杯。是不是要罚三杯？叫什么名字？他叫蔡雅恩。Hello 妹。叫什么名字？这是认真的吗？他叫高高。嗯，高高。飞比高高。飞比高高。那个是另一个高。高高。便从昨天嗨到现在，先把声音关掉。关小了。雅恩远。可恶，只能静音看。蔡W，我们是。我是菜肉，然后你是菜片，大家好，我们是菜菜。哎我们凉菜菜汤有没有来菜菜菜菜你密码男朋友好了，来草莓讲草莓酱。有来，他上次有来，他好久没来看我了，真的。因为昨天下大阿姐，昨天下大阿姐，昨天下大阿姐，为什么？什么时候？面牛有肉面，面牛有面。没有牛有肉有面。哎，对啊，我们有没有做啊？榨菜肉丝面。因为高高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个，所以他可能比较没事。哦，被卡。没事，让你熟。你好啊。有点卡哎，对不对？对吗？可是你现在关，现在连 WiFi 的话，就会。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高高送的 Kiss 啾啾，谢谢日华送的 Love Hello 本丸。昨天阿杰在公司开，那没事。被我真的假的？昨天林姐来公司开，我不知道。被我吓到，声量的问题吗？我们有那么……我不知道。你不在，你不在啊？你不在，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我认错人啦。他说他的女朋友叫牛牛。对，如果进二期的话，真的我们就牛肉面了。好，我们牛肉面。谢谢新鲜柠檬送的口红。但是手机的问题吗？该换了，真的。这敷衍，要帅啊！他小小叔超爱我输油头，他每次进来都要我输油头。我之前没有看到你输油。其实我很少输，可是我输过。没有看。之前很之前的那个，小瑞，会往后输。帅耶，真的。大家你没有看过吗？现在要上 Google 找他，是不是？怎么这样？那瘦脸那哦，昨天我在玩瘦脸特效，啊，不是这个，是这个，因为我没有调，很恐怖哎。然后我就说来哦，我现在开到了，你看，我现在开到了30哦，40、50、60、70、80、90、100，满了。哎，很恐怖！你看哦，走起来，然后你有发现那个会变小？有。然后我们关掉。其实我觉得还好，没有到差很多，因为那脸本来就很细，所以我不开、啊。很细，很细，真的好奇怪，形容词。然后我昨天有玩大眼、嗯，大眼，你看哦，我现在没有开很多，我开11啊。哦。你不是会像外星人吗？要50哦。你看镜头，你看镜头。我要玩什么特效啊？你是快到鸡眼了。这个。哦。你看，你看，你看哦。不能两个一起耶。哎，可以耶。你看有没有？可是我本来就有一点斗鸡眼。不是，它是放大之后，它的眼睛会变很靠近。这我没有开很多。会做噩梦，好可怕！
哦，你要爬你的关章吗？我之前关照有发，可是我现在我现在有吗？忘了，你可以帮我看我的关照吗？便便眼睛够大，长得我的眼睛好像不大一样。我们现在把眼睛就是这个开到，就不开，我以后就都不开。我现在什么都关掉，我昨天连磨皮全都关掉。很厉害吧？这是我帮你磨，有很多痘痘，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枕头该洗，我前阵子才洗的。牛头？是牛头？没有，没关系啊，我事后可以看现场的。啥死呀？大家期待一下，期待一下。下一场握手会之类的吗？真的很久没有让额头见光了。大家想看一下乐乐的额头。你们绑过冲天炮？你想绑吗？我可以绑啊。不用现在，你可以有一天。我可以帮你绑冲吗？哦、oh, no！ 你不要请额头出来啦，这个出场费有点高。真谢谢。朋友说。眼睛神有贵人好面相，谢谢。Hello， 咪嗖嗖，阿正 ，Hello， 出场费，额头好亮。谢谢春明送的我来签到。什么意思？这个也很好，哭泣。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掉。那边有露过，那边有露过额头吗 ？Hello， 飘飘 ，Hello， 益生菌，他说有有，我有露过的。是找得到我以前的吗？你说额头的部分吗？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掉。我学啪嗒啪嗒很难念。啪嗒啪嗒的掉。我之前绑过一次冲天炮。哒啦啦啦啦。这个我不会，这个我不会。我也不会。那学法文还是德文的时候都要，西班牙也要。都把那种女生爱上，所以就是我梳油头，你们会帅，我会把你们帅到没有女朋友。很拽，看那个人，没有女朋友。没有女朋友 ，Hello， 小仔。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掉。哎呦，大家下次要准备好女朋友，然后你就梳油头，然后让他们来看。拉丁语弹舌很多，你到底要你停下来了？他说父亲节他们已经被帅惨了。啊，对耶，西装，你是穿哪一套？先给我女朋友。对，先准备好，等你准备好了。这个你要不要？不行，他已经是我的。哎，你好糟糕，雨晴，我要打电话给雨晴。哎，你看。真的好笑，他刚刚就是讲电话讲到没有，然后声音不见，很可爱。你看看这可以，他们家那只叫阿吉，然后也可以叫阿吉。阿吉，你来吃饭。露露梳油头，你可能把林杰的迷妹抢过来，我不用梳我就可以了。傻眼。人不可以太自信，好不好 ？Hello， 坤坤。我不知道你 Google 找不找得到。好，没关系，我慢慢来。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掉。他是掉。掉。可是他是唱掉。Hello。大家好，我是 AKB48 听听你的一起身材龙龙龙，我叫蔡依龙了。好，今天不是今天。是今啊，也是今天啦。今天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要叫露露？对啊，你为什么叫露露？然后我就露出我的腿，腹肌秀。Hello， 青苹果 ，Hello QQ QQ 男，是一楼不是二楼啊？哎，好久，好久了，好久没有出来了。一楼。
我现在是瘦肉肥肉，你是我的心头肉。耶，刚吃的好美，吃的美那么美，你不知道吗？他不知道我侧脸很美，快点露侧脸给他看，侧脸。耶，金戒大叔，你知道吗？我之前把他叫名字念错。怎样？我讲这样子。娘，你不行好不好？你不可以这样。好怀念露露的对话，你是说瘦肉肥肉吗？对啊，瘦肉肥肉，好久没有听到。对 ，mini con 快点 ，mini con 来听啊。我们没有讲到啊。冰掉。我直接双下巴出来，然后。我超爱挤双下巴给他。可是我现在挤双下巴要被允许吗？满脑子都是脸，香橙肉，我家好丑。大哥不要，大哥是走，帮学长 QQ。然后因为第一次他进来，我把他叫错，然后他那时候还没有对，梁杰大叔吗？然后第二次进来，我才发现我上一次叫错，他说金杰大叔，然后他就立马就对着我。不知道你在叫他，没有，他就说，因为我在等你叫对我的名字，所以我才要追踪你。对不起，很搞笑。明明穿大妈裤，没有啊，大妈很大妈，他没有啊。看大妈腿，大妈裤。今天穿很好，没有啦。我今天很休闲。你还记得？当然记得，我把你叫错，很不好意思。我们之前也有一个粉丝叫做喵喵旺，然后每次他进来，我说旺旺喵。他之后有实力把人家名字给倒过来念，就是 OK 啊，哎呀菜，哎呀菜，要见面了，哎呀菜。还那个，我给你借个东西哦，好，谢谢，不弃客，不弃客耶。谢谢金戒大叔送的看好你们 ，Hello 灰灰 ，Hello 杨雄，还有露露没叫露名字，孙雷，缺的。我能叫错什么？蔡依蕾，晚安。杨雄说，露露晚安，咪咪晚安，晚安晚安。谢谢季风亮送的盖一层。谢谢小爱送的掌声鼓励。算了，我找不到由头，我们放弃。所以乐乐直播完直接同场灭灭吗？没有，我要赶回家，我直接从这个地方离开。他直接一个闪现。呀、yeah. 欸！闪现一次还要再等三几秒？多久？我这样就没玩。几秒？大家有玩不知道？谢谢珍珍送的口红，小爱。刚刚有人说要女朋友是不是？女朋友是什么？你没有听吗？没有，一样是好的。酷奇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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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奇 gang。来了，卡卡罗特，卡卡罗特 ，Hello， 蔡雅马旭俊。Hello。这组合感觉很好吃。什么东西？你在干什么？是多饿啊？好饿。哦，我很喜欢他哎。真的呀？那我放纯享版。那这个吧。这个吧，现在要飞吻吗 ？Hello， 天刀小剑拳，这声音很好听。天哪！谁还克制蔡依啊？我跟你讲，我看直播都很没有形象的，好不好？你问他们，平常是看我直播的。而且我还故意闹他们，我就说我今天我要翘一根头发来整，然后让你们强迫症。他不是有女朋友吗？刚刚有人说他要有女朋友啊。很爱，全饼说这首歌他很爱，因为他担心他是单身狗。我来错地方了。哎呦，昨天他妈的今天，妈的今天。有啦，我们宵夜场，我们宵夜场，我现在就走了。我要回家，把头发梳好。
我就说会不会强迫症，我之前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怎样才能让他们受不了。受不了，因为他们每次都让我受不了。大家可以许愿一下，我以为只有小青苔才会这么疯。你不了解我们，真的深不可测好吗？拉布拉多，拉布拉多，拉布拉拉拉他拉很多。什么东西？蔡依林，我先走了。在球场外面就跟乐乐看不一样。新年过很久了，我很喜欢那张照片，很美，没关系的。那台哈哈，我就说我们两个待在一起很夸张的。越来越闹，拉布拉多。现在每个 TTP 成员都很强，有吗？有吗？狗狗哥到底是谁开始的？不知道。你是说我们吗？我不知道哎，因为从一开始我是先踢到青蛙嘛，可是我比较喜欢马吉。辛苦了。戴耳机人的感受吗？你现在戴耳机哦，我跟你讲，你现在戴耳机就是很适合你的事情。I keep you。我们现在差不了，那算了。还要插耳机哦，插不了，太高了，不行。等下收音不好吗？你有没有这个？没有，我想要玩。Oh no！ 你不要，我看一下，我应该有。你们有耳机的先戴上耳机，可是要先调小声一点。我准备一个让你们爱到不行的东西。Hello， 小雨。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那没有的呢，那开大声一点。面面在旁边戴耳机，面面，他们说你在旁边戴耳机是自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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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是一个人的狂欢。开静音决定不行，那你等一下总是看这个能不能收音，它不一定，有的耳机插进去还是手机收音，很厉害。来哦，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的回声哦，大家戴好了吗？听起来是从耳机的还是？我是不是应该听？听得到吗？在面面台直播，我真的不好意思。可以，是手机听到还是？会哪讲什么会比较不行，是一样是手机的声音，一样是手机那个，就是没有靠近一点。Hello， it's me。不行，是不是不好笑？对呀、啊，转接头更长，算了。那个在哪？没有啦，他自己有耳机。他不是有啊？一样是手机收音，就不会有那种气音的感觉了。那我们高一点啊，高一点，宝贝，宝贝们，好了，用户名不能是空白。你这是越来越变态的倾向，宝贝们，这个肉小小，对的，我们要讲什么？跟昨天一样吗 ？Hello，Hi。Hello， 妹妹来讲个话，他们不行，我怕他们耳朵会出事。医生，我来了，医生。声音有比直接收音小声，有吗？对，因为这样会比较小声。有，那我也要进去听。他有进去听，那你要听？傻眼。
你们留言想要我讲什么？那我大姐啊，我知道了啦，嗯，我知道了啦。好，你准备好？不会不会大声，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现在把耳机开到最大声啊。我们来个晚间那个电台，晚间电台的概念。一边抢过去打车，一边摧残牛肉面组合。我们没有牛肉面，你是说我是牛是不是？谢谢雅恩送的 kiss 酒。Hello Hello， 有妹妹，他走了。耳朵会痛，没有啦，我是讲话直接换一个声音给我，现在跟平常讲话不一样，没感觉，完全电台，没有啦 ，Hello 切尔东，好，那我来讲昨天那个好了，一模一样的。君がナンバーワン。咩咩！你讲完之后笑，我怎么？我很努力在享受哎。我拔掉，我拔掉，你看到吗？你看到吗？哎，我昨天讲完，我也是这样，我是君が。Number one， 我边看我想说这个人讲完怎么自己？他听不懂，你翻译。就是你就是我心中的第一名吧，差不多意思。你就是第一名，你就是 Number one 啊！晕了，哎呦！晕了，晕船了，晕船了！哈哈哈哈哈！可是他自己最后笑出来，真的是很没有 feel。哎，好久没有听这个、哦。什么？啊，桃花甜心，天啊！我这边的歌单跟你的应该。耳朵融化了，面面版本的呢？哎，我把耳机拔掉了。你要吗？没有，我的 number one 在这里，我不用对你们说。小爱说：“拒绝，不要这样，我会伤心。”谢谢小爱说的掌声鼓励。张楠发音，雨晴直接拒绝怎么办？你知道每次他们来，我都会学他们表情，都是。谢谢圈饼送的掌声鼓励。Hello， 切尔口。他说手机突然移动。笑死！晚安啊，十三岁。好久没有听了。啦啦啦啦啦啦！大大大！哇，他这个睫毛吧，这天钻呢！他来唱睫毛弯弯。哦，是他吗？还好你没戴耳机，我跟你讲，你戴我没有啊，刚戴耳机是刚刚。他要去看瑞婷呢，都这样。啊啊！嗯，谢谢杨雄送的眼睛也这样走。你是桃花甜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一个不走，哇哇哇哦！你是桃花甜心，没错，你那你就待到我这，等到他过去，我们一个人换一个好不好？谢谢双眼，啊不是 ，Hello， 是我每次都点错，就是别人进来，我就啊，谢谢双眼，谢谢你进来我直播间 ，Hello， 这首谢谢。谢谢铁口送的蓝色月半，都来看秘密。这首歌叫《头号铁心》，哎，我现在超塞，你听得出来吧？鼻子吗？是基隆会过敏？没有，到哪都过敏。他真的不好意思，小姐，防尘口罩来一个。Hello。七七零点保镖弟弟不是说要去？那个吗？瑞婷那了，我先打电话给瑞婷。我去看一下瑞婷。
我们可以视讯。透过三台手机视讯，真的是。像巧克力的摇晃每一个，谢谢小宇宙的韩式花，谢谢谢谢你送我的花，我也送你一朵三八花，连三直播，想看我那就看哪，你想去哪就去哪，这么远的，我在看那里。瑞奇，听到我讲话吗？这怎么听到？我不是在视讯吗？对，我们在私讯，我们在私讯。耶、yeah, ，baby。谢谢阿正的口红卡。因为面面看，面面在，所以更想看了。对不起，对不起、啊。It's OK 啊，你们这样我也习惯了。他说因为我在，所以他更想只看你一个吧，是这个理解错误。有了，他来来了，他想到了，他终于回答到我们了。他还唱歌，卡了，你们就知道我刚刚真的是网络卡了吧？啊，那是因为我在看直播，对不对？那我要赶快关掉。我帮露露，我帮露露进来跟你试试。有了，卡了。怎么了？还很卡吗？对啊，怎么办？很卡哎、欸。叔叔，啊，哦，露露啦，哦，我想是叔叔。叔叔，嘿，对不起。没事了，这样吗？算了，你也说了吧。没有算。他就是看心情，他真的很看心情，因为他年纪大了。你们看起来，他们看起来还卡吗？我们要尊重。不卡了，哎、欸，真的耶！可恶，那我不可以看了，我不可以看。瑞婷，这是对不起你了。瑞婷，视讯我视讯不能。对，不能视讯。你是桃天心没错。Yeah.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的诱惑，每一颗代表一个步骤。哦哦哦哦、你这是什么嫌弃脸？你这是什么？你现在是怎样？你现在是想做什么？我比较喜欢我爱比。哦，我知道呢。我也爱比。你要问他，哎、欸、哦，对了，你自己的眼睛，那我有别的，你有黑的、方的吗？没有，我有你就都拿出来，我戴眼镜很适合。走音，那一个很帅。我走音，万家没对到拍。什么走音？你再说一句。啊，我不懂什么叫走音，我只知道什么叫做萝莉音，啊，不是御姐音。那些很挣扎。我以前被说是那个，算吗？算多久？是多久以前的东西？黑框眼镜，快 ！One two three go！ 他爱喝 lemon tea， 早上睡醒回来一天。我的眉毛都不见呢。哎，是不是比较色爆的？我好像那种。那种高中很坏的女生，我有这个，啊真的假的？拜托，当年我们是同一个时期的，人手一。对不起，我今年十八，我跟你也没差很多。对，我今年十八。对啊。对啊。真的假的？我第二个十八了，刚刚好，八岁。看起来呆呆的，我的眉毛都有点尖尖。你拔掉。为什么现在找他乱发广告？你现在怎样？不要看！我好像这个比较适合哎、欸。对不对？我也觉得这比较好看。太差到。
洗高水的妹妹。洗高水是妹妹，洗高水，洗高水。我要吃肉肉。你是真的平常都这样打吗？我要吃。我没有这个。我是为了不要挡到你的那个。好，没关系，这样我还是打得了。你可以问他们，我真的很常直播比赛。你不一天一年四季都在比赛？我是你很少有直播过敏，直播过敏。你啦，我对你过敏了，对你感冒。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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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被说是小真妹子。真的吗？打真妹子。过敏担当，肉肉快查面面的搜寻记录。没有不能看的啦。欸，你想开无痕试窗是吗？想看什么？欸，我不太会用电脑。记录啊记录啊。小幸运。都是眼镜的害的。我要戴那个真的很大。这个人会爱到视线，对对对，他压力，因为他很小郭富城，好。那我觉得这代茶的大都呆呆。小真妹子可能要省推了，真的啦，我真的以前都被讲说是小真妹子。之前还有人说我像阿拉蕾，我从来没有吃过。没得问，他吃大便。哎，不是，他是玩而已。对，他是玩大便了，讲错。Hello， 阿 Q。注意身体健康。好的，发生了什么事 ？Hello， 发生了什么事 ？Hello， 小朋友跟雅雅 ，Hello， 谢谢那个本王送的掌声鼓励。露面面又怎样？我刚刚说你的露露记录。哎 ，Google 翻译，你的善意谎言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对方呢？无敌是什么？无敌铁金刚主题曲。马尔济斯，马尔济斯。我们在阿拉蕾帽子，我看怎么样？我待会讲给你。有怪东西吗？有啊，刚刚那个。我看一下哈，眼球正那个念在。哦，对啊，正在。什么意思啊？我在查英文啊，我们要翻译那个一个电影的善意的谎，对，善意的谎。你的善意谎言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对方？这些东西是那个啦，我们英文报告要做的东西，在左边的衣柜。我看看哦，谢谢伟明的追踪，到处都有马尔济斯。对啊，还有下课。他没有回我，他平常会回的。Hello， 阿纯。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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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直接一个没在调上哎，没 peach 是 peach， 还好 peach， peach 是水蜜桃。你是 peach 是音准的。水蜜桃是 peach 啊 ，peach 跟 peach。啊。啊啊呜啊呜啊。好可爱哦，天啊！是不是很可爱？没关系。他看不到你。哦，没关系啊，十三岁乖乖。Peach， yeah， Peach。哎，你看吉他老婆，你知道吉他老婆什么？他是吉他吗？他是吉他，我是打错。吉他他老婆。就是那个，你应该没看过的《魔法正天使》。我为什么课？哎，你的好忘记了，对不起。今天会看面面哦，欢迎大家。谁？为什么这么适合你？我就适合戴帽子啊，头就小嘛。我也觉得他戴这个好可爱，超可爱的。哦哦哦哦哦！晚上好，大家好。这个，这头发真的讨厌，这一根那里根的。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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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阿拉蕾哦，没有，有人说我很像我长头发的时候，可是你看啊、哦，我现在是短头发，我当然假装遮住。那你觉得像我？阿拉蕾吗？你往这边。大拉崩崩。你这样副歌，我觉得。长高的阿拉蕾。阿拉蕾圆吗？阿拉蕾有圆吗？时间谁最勇敢？你在干什么？这么嗨吗？很久很久以前，对呀、啊。他说我比较像曾沛慈。对，我也觉得。大拉崩巴巴的 baby 比多比路哦。大拉崩巴巴的 baby 比多比路哦。他刚刚那个哦哦呜哦哦哦不会唱，这个唱的那么顺。他平常在听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耶。拜托，这是一定要好吗？骑车小心哦！我跟你讲，我昨天回家的时候超笑，我就看到一台挡车，他就说嗯，然后就过去了，闯红灯。我就想说，骑挡车又比较厉害，就可以闯红灯嘛。然后就下一秒就听到嗯，我想到应该是他朋友，就看到两颗灯，一个红的，一个绿蓝的。警察跟在他后面，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很惨。拜拜，不想紧张。我们捡枪，捡枪已经是没有捡大炮都是你，我没有，我偶尔捡起来而已。那个哎、欸，你把锅甩到我身上了。地上掉太多的时候。没有，我跟他这么喊啊，其实他现在很想挣脱。哎、欸，怎么办？大家都在看《冰雪奇缘二》。你有想看吗？还好。听说很好看。真的。要遵守交通规则，友情提示啊、哦！我很遵守啊，我没有骑车。他是经过而已，我直接过个马路，我出事也是他撞我。今天大家说 goodbye， 我们很好，他一直想要挣脱，在晃的是我。我们很好，我们很好。旁边有啊啊三宝。你旁边有三个达拉崩吧？哎，反正我是 S 型驾驶。我犯案，我在 S 型。我以前我没有骑车上路，可是我练车，我在一个空地，就是妈妈的朋友家，就一个大空地。然后就是小时候有车，小车的那种八十，就是很小。多久了？拜托，现在还有人骑那个，骑那个很久以前那种那个叫什么车？五十的啦，五十的。复发版不是复发版，就是就是一个叫什么车，就是也是很久红色电动车吗？不是，就是它前面很大一片，然后有的白色啊，反正那个现在很贵。真的假的？对啦，以前是五十啊，五十、一百二十、一百五，八十是八十是我不知道。美式啊，美式牌啦，美式牌，哎，那是什么？我要查一下，我自己查一下。没事，你继续。嗯，好，我继续讲。然后反正我就是骑小台的，然后就骑得很顺哦，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很大，是个空地。我们就是中秋节都会在那烤肉，幸好我没有讲万圣节。万圣节快乐哦！我昨天就跟他们讲说圣诞节快乐，我讲那个万圣节快乐，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吧。哦，你刚刚讲万圣节，我们直接新年快乐也是可以啦。今年的快乐，新年快乐，今年我们过个恭喜发财。后面那个要红包给喽。我想听这个。你这样打字好困难，你可以教我。真的很不疼你。啊，这个。哎，这像专业的，专业的。来吧。等一下，我的东西还没讲完，然后你自己点的，啥呀？要让我干。然后，我们不要听这个，我觉得这个好了，感觉有点可怕，算了。可以呀、啊，不好吗？不要，我怕，我没有那个胆。乱听。傻傻的姑娘开的花，什么？是吗？等着他回来呀。然后那时候
我在空地练车啊，就练练，想说嗯好，然后我就练练，我姐就说，我上去了，好，你上来，然后就骑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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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来了一台计程车，然后我就骑到一半，他进来了，我就刹车，因为我旁边还停了，他是停着的，就计程车会动，然后我就已经快撞到前面那台，那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哦，我知道一个车的牌子，轰炸是吗？轰炸，我觉得他就有一台轰炸停在旁边，然后我用画图的，可以啊，要不要擦掉用爱心擦，然后 BB， 车轰炸是吗？不是啊，轰炸是 H 欸。哦。那个台到底是什么？你画出来了，你把它画出来。那个是什么？是什么？好丑。欢迎回来，卡卡罗特。陶瓦哥。谁？哦，陶瓦哥。这是什么？现代。Toyota 啦。哦，这车，我真的是对车没有那么了解，就是比较贵的，我比较清楚啦。只认贵的，四个圈圈的，还有一只马会立体的那种，跳跃，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天使，了解哦。可是我不知道那个牌子叫什么，就是我们都记得那个图案，可是不记得名字。我记得 BMW 那个，反正都有个田，影之声很吵，中间比较了解。丰田本田的部分。丰田。然后那时候是这个路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我在这里骑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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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程车从这里进来，然后这里停了一台，后的，这是什么灵魂？头悠塔，灵魂的话。那我骑到这，我停下来喽，然后计程车又来到了这里，他离我很近，对我来说，我不会骑车，他离我很近。他开到了这里，然后我卡在这两台车的中间，然后载着我姐，然后我就说那你就转弯，他叫我从这里出来，我说哦好吧，那我就转弯，然后这台计程车一直在停在那里看我骑车啊，不是，对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那里看我，他被吓到了，我超生气，我那时候超生气，不会骑来载人，我会骑，可是就是我。很好奇，然后我姐说上来，其实还好，我姐敢给我载，那就代表我骑车技术还不错的。然后就卡在这，她说走吧，好，我走完，我就一弯，然后就一个油门就这样吹下去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没有弯，我就撞上前面这一台车。对。然后我撞下去那一瞬间，因为这里大家都在这里看我骑车。这台是什么？Toyota 对，好，你继续。然后我就撞下去，这里因为有一群人在看我骑车，我就撞下去，啊！大叫，好可怕！这是认真的，是认真的，很可怕。是你没事吗？你还好？我没事啊，你没有倒，我就是撞到那台车而已。我超生气，我那时候真的超生气。不是嘛？这里是那个计程司机还在旁边笑我，笑我傻眼，骂他。你龙头没有歪，我歪了。还好不是撞到我认识的那些车。对，刚刚认识的那些真的不行。有一个天使。应该不认识这首歌。好早。我要听。你比较熟什么歌啊？我看这个。傻眼，被火亮。哎、欸，我没看过他。Hello， 加长色的人。Oh my god！ 干嘛这样呢？可能玩个石头。哎，真的是害怕车窗摇下来笑了。他卡在那就算了，我真的觉得罪魁祸首就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希望那个人回去不要发现他的车子有什么状况，或者是他不要回去叫那个监视器。应该还好。哎，你也没有。米娜说：“有种来比嗑瓜子啊！”米娜很习惯把东西藏在两颊，你看有没有？还在两颊。耶！柱子都，这很生气啊！
未来你旁边，未来我跟旁边，我想看那个生日会。生日会的哪一个？他笑我就用石头丢他，讨厌。那有什么？对啊，他的名字。未来你跟旁边那位上路时，请发 IG 通告。上路。哎，也没有那么可怕，好吗？就是遇到了才惊喜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Surprise！ 哎，第一关就有三个人比的啊、哦！对对对，柏林，柏林他们。会在打嗝，喝水。哎呦妈哟！哦不，哦哦，哦，妈呀，好母汤哦。嗯，为什么？哦、我当时那天穿的很厉害，她很像小伴娘吗？你说我吗？哎，你们真的不得了，露露的伴娘装超级漂亮。Hello， 益生菌。啊 ，Aggie 好可爱，我最近也很爱 Aggie。阿胖哎，听说马友跳舞，王一佳，你看王一佳，火鸡舞。林依云第一个这么难，把熊妹放中间是什么意思？露露伴娘那张真的超可爱。Hello， 北原神推。露露伴娘那张真的超可爱的啦！伴娘我爱，露露。我人生，听说一次就是人生只能当三次伴娘。嗯，我就三个姐姐。三个。我不能。哎、对。不行，我把一次留给刘玉琴。哎、欸，不是啊，我是他老公。你对啊，你是新，是新郎的部分好不好？不用伴娘。是新郎，谢谢。小妹放中间才有效果啊！我觉得他应该放第一个，或者是最后一个。让他出动作吗？哎、欸，对。新郎官，今天是肉酱面，我们到底要叫什么？太好吃了，什么都可以。这都是食物，怎么配都好。就是面配肉，就是典型嘛。谢谢北原神推送的冰晶肉酱面。哎、yeah. 欸，可以耶！露露在用门罩，笑死！哎、欸，我跟你讲，没钱的时候就要吃露罩。泡面吗？我觉得露罩面吧，露罩面很吵哎。我们学过头啊。我们没有牛啊，除非我变牛。你是哎、欸，他自己改名到牛肉的话，哎、欸，你可以改名到牛肉。好难听啊！我不要。喵喵喵喵。啊，对不起。傻眼。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哎、欸，我超塞耶！这还不是我最塞的时候。然后再摸脚，熊妹腰弯下去啊！哎呀，哎呀妈呀！啊！大家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哦，我真的就是一语言啊，可爱啊！这个人好眼熟啊，这我知道，这也好眼熟啊。哈哈一家满头问号，楼面。不可能！加油，小妹！你看他的眼睛，只看蛋糕，一张。哇，你有很多熟面孔哦。有没有？嗯，很多场面。我认识前面，我认识前面这一排。两包。
想你这个眼睛是照不照得到我？好像照不到。不知道，你要看？没有。不要不要，不是不是不是镜头的眼睛，可恶、嗯，这样就不能玩。原来是查分表的部分，查分表。不要靠我，不要靠我。什么？哎，变。耶，变黑石黑。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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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哎呦 ！Hello， 基尔，现在才看到快白陨石了。白白什么白陨石？哦哦哦！才看到我白陨石，还有一段呢、啊，我觉得。你是他是哦对白陨八，加油加油加油，冲起来！快点，再露露，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哎，再来一点没有啦。阿森晚安。他说不看过。这只是阿森。阿森，哦，他叫阿森哦。对，阿森。我记得他的名字，可是我就是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念。该怎么念？屈神学学哎，我每次都不会念屈神。哒啦哒啦哒啦。他发现，自从我迷上 AKB48 TTP 的时候，我就声音更快了。我最近超爱这首歌，可以安利一下。我的应该听过很多遍了，我的歌单就都那样。我有个，其实我跟你讲，我真的记东西，我真的记东西记很慢。你看我讲，有人作证了，我不然我每次自己讲。它是金鱼肉啦，金鱼的肉。那我们叫做金鱼。我很喜欢这一种。我很喜欢这个，它是天生是偶像的菜。天生是偶像的菜。是他这一条，他是天生的。哎呀，喜欢这个，他叫什么？他们音乐都自己写的，这个创作了，有参与到创作。金乐乐 ，I'm a green like a lion。不好意思，没事，不要跟我说对不起，我讨厌人家跟我说对不起，我讨厌你们跟我说对不起。谢谢。不及格，我等下给你听，他们有个高音超赞。为什么他突然到这？没事哦。没有，因为他叫那个，我也忘记他叫。阿森，阿森，哪个森？应该是一个日在一个宣告人，是吗？是吗？他第一次跟我知道他是阿森，我就一直喊阿森，导致我现在对他的中文字，对对对，你看，记对一个日在一个森。你听哦。很厉害哦，好帅哦！森，好的，阿森，我觉得我下次要好好听。不可以，记住，请原谅我。我真的很容易忘记事情。晚安，安博，求歌名 ，Lion， 狮子。他们的现在头像是分了。你现在看到的也是我本人，你看，然后头贴是他本人。我记得有一首歌叫做《一人给我六百》，我有六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人给我200，让我去唱歌。对，就是那个动作。全部都是Yeah, Queen. 爸爸爸爸爸，我要叫你爸。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本面，好的、哦，是昨天。看起来都是自来超，都是自。啊！天哪！哎，我那时候在吃热汤面，你知道吗？他是女生拍的，哦，他是女生拍的，哎呦。我在唱歌，自然自然成声。有的跟的，最近比较红的不就那个
给我吧，给我吧。马尔济斯吗？我比较喜欢马尔济斯。马尔济斯，了解。好女生拍的，好久没有听他们的歌了，可是我不知道听哪一首。GOT7 小恩不在，别。他们前面都说母汤。母汤哦。哦。还是我们来唱歌，唱什么？我现在鼻塞，唱什么都不对。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帮你吸尘？没有，这不是你的问题，吸的一样。厨师直接看了给。太阳的后裔超好看 ，rap。rap 我这个看见都在上消遣，那首歌叫什么？我们两不相欠。等一下，看见都在消遣，看见白首不共戴天。我们两不相欠。嗯，那首你们知道什么吗？有没有人能帮忙回答？怎么办？Hello， 继续跟阿翔。Hello， 加油。晚安，晚安。啊，你要的全拿走，发挥。我可以，可是我现在比赛，请各位上卫生纸，谢谢。谢谢，几张都可以。来，整包带回家。你要的全拿走啊，乐乐。要看一下自己鼻子有什么。就跟鼻头了。没有。算了。我觉得等一下吧。最后来玩吧。我觉得很吵，小孩才做选择，都要对嘛？对，全全拿走没？你要的全拿。来喽。先清好。曾来的伤人太绵，是不是分开已经两流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今天可能没有。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了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曾经封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没个目的，寂寞只剩我的。这个我不行的，曾爱的贪得无厌，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谢谢阿山上的该怎么样，其实后面才是冬天的。对对，还没有。等我。不懂我的痛，他都哪怕他不懂。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尽着也楚楚可怜。看见的都在消遣，特价卖不出可难归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对对对。两不相欠，这是我。这看着像段子，没有，它就只是一般。等一下，不行，我可以。等一下，我们暂停。好。看见的都在消遣，特价卖不出，管它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新店，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哎，真的很厉害。我可以。真的很厉害，我对不到牌，我对不到那个牌。Hello。谢谢董龙送的口红 ，Hello 董龙。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久好久听着，也楚楚可怜。看见的都在闪闪。看见的都在闪闪。这，太快了，听不懂，真的太快了。他说，怎么了？怎么了？其他都随便念。只要记得唱《两不相欠》。我们对前面是快到听不懂。机器肉。卡拉 OK 吗？看见的都在消遣，特价卖不出，怪他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情敌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再次，我之前会强迫他们练到我会为止，听我，然后我就一直重复。看
排接着都在消遣，他就卖不出关的亏欠，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亲戚关了门，我们俩不相欠，关了再消灭，再消灭，关了门，我们俩不相欠。没关系，我成功了。对，很棒，前面成功，最难的地方成功了。我之前还有唱那个，那个我还没有很厉害，差不多，姑娘。差不多。差不多的姑娘。差不多，差不多，先生。天边在旁边，连露露都对不到牌了。看见的都在消遣，特价卖不出关上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青年关了门，我们俩不消遣。人家明明就有在牌子上。没有，我刚刚没有对到，有点没对到。Hello 少凯 ，Hello 芳芳，贪吃鬼芳芳。我之前找不到静歌时间。哎，现在可以了。是。是陪我听一下。他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他们彼此方向。我回到差不多的家，躺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都吃着差不多的瓜，那边听差不多的菜，扒着差不多的逛，我有差不多的嘴，都讲了差不多的话，一条差不多的事业线，抓差不多的眼，看着差不多的留言，都是差不多的剑，到不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基尼，举着差不多的 V， 挤着差不多的 D， 差不多的街头摆着差不多的 pose， 跟差不多的桥流，整着差不多的 nose， 交差不多的男友，走着差不多的 girls， 跟送差不多的 rose。差不多的舞，扭着差不多的屁股，差不多的思路，写差不多的推出，差不多的脸书，想哭，女孩差不多的路，差不多的无助。谢谢小宇宙的男生一员们。差不多的漂亮，他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他们彼此。我只会唱这一段，中间，对，我也会，我也会。你只会这一段？我不会。Hello， 帅气丽娜姐。真的，露露唱嘻哈歌很帅，好吗？没有，帅，我真的还好。帅，有比我厉害的，我们团里，比如丽娜。你他很爱唱。Hello， 方便面吗？露面来了，露面吗？对啊，露面。哎，姐姐，这鼻塞得想想办法，我已经想很多办法了。哎，我昨天那是用蜡笔小新唱盲种。啊，真的假的？唱得了吗？美女，一想到你我就口渴变盲种，有效吗？有效吗？雨林豆娃娃冰点点 ，Hello QQ 男子，今天这么早？对呀、啊、，Hello 陈，那边跟露露吃晚餐了吗？没，有效吗？你刚笑那么开心，到底有没有效？我觉得今天鼻音太重。哦。哎，怎么了？怎么了？哦，没关系，掉下来就掉下来，你这么激动干嘛啦？吓我一跳，我还对我还以为是你的衣服有沾到，吓死。不，旁边是谁？旁边面面在喝喜酒，太美了，好无聊。我们啊。我们是你们前菜，对，哎、欸，对，两道哎，请用力。我们是主菜，我们是主哦，糟糕了，他会饿。这首歌真的超难唱，我唱不上心的部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行，我亲一下，然后看可不可以蜡笔小新播。你亲一下，哇。我一直以为你要往后倒哎、欸，他顶不住我。看到美女，一想到你我就亢奋变梦中。哎有哎有哎有有有有有有，我觉得后面那个超像，我觉得后面那个超像。这是雨晴传给我的，他叫我学，可是我还没有学传给他过。有吧有吧，我觉得后面那个超像。有吗？你觉得像吗？后面第二句超级像。Hello Steven， 晚安。Steven， 哦，所以那个真的 Steven， 我一每次念错。Steven， 我念 Steven，Steven，
有有吗？我觉得后面那个超像的，你知道吗？蜡笔小新，我每次学蜡笔小新，嘴巴都会嘟起来。我名字阿拉蕾。哎，对，我没有办法帮你变小新。小新有什么屁股？我帮你粘屁股。我穿一件黄色裤子，我今天穿红色的。对啊，你的。然后眉毛要很粗。嗯，我身上毛可以。好想打你。他想打你。你打我就是打美玲。没有啦，粗眉毛。要怎么画粗眉毛？一想到你，我就……我昨天自己有录音，可是我觉得太就是好像还没有那么像，他在中奖了，但我觉得有点掉。你们开喜欢就好。今天原本是我打你这次，台中港。哦，他住台中哦，我一直以为他住高雄。欸、我长痘痘欸，现场长，欸，比你扣的钱长痘痘了啦，终于，比你痘，等会我整理一下，会变现在，这一台都是痘痘，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之前啊，就是我每次都在活动前会长痘痘。然后之前小巨蛋前也长，我就叫他小巨豆，帮他取名字。台南住桃园，真的、哦，他住桃园哦。我一直以为他住高雄，因为可能他姓高吧。压力太大，也没有啦，怎么会大？你看起来有吗？我不知道哎、欸，小红，对啊，我那时候有看到他姓，有我那时候有看到他那个介绍小红，他在旁边高歌哎、欸，绵绵，他在唱飘香，飘香。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呀。你要哪段？你要哪段？不知道。这是风呀，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我们的差不多的家，差不多的话，说的差不多。我不会唱这个啦。我只想做你，这我也唱不上去。这是哪一首？太阳吗？哎、欸，太阳我没听过。你一定听过，请面妈一起啊！你信？请面妈一起啊！哎、欸，面妈很会唱，真的。可面妈声音超赞的。难怪你声音也这么赞。Oh no！ 你不要再提我就喜欢了。要不然出场费？你都？这可能我今天那个开眼。请问？我飘向。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呀。我要一家嘞。我飘向北方，别问我一家。我比较喜欢乌咪的部分。乌咪。他们家那只猫咪叫乌咪，特别可爱。大家都养猫咪。真的。好好。我舅舅。我只能养我自己这只狗。大声狗。好尬、喔！啥呀？啊，对不起，你哪是单身狗？啊，对不起，过分了！谁家狗啦？看到一排乌龟飞过去，他们家的猫咪。别忘记还有
整理。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他没有声音的啦。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我好塞哦，请给我安排5G，谢谢，这样我就不会塞了。我要在这里塞两个5G。网络吗？啊，了解哦。不行哦，我们100秒。咩咩跟露露合唱，你会唱这个吗？啊，你会。这时间好特别哦，对啊。就沉醉了时间，你要求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可是你却不曾失手娘。哎 ，Mina 很会弹这首歌。哦，不是那个吗？绿色吗？他很厉害，他超多东西都是学很快。转紧。好好，再转。麦克风，他可能要卡一下。还笑着原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承诺生小孩子说的话。我被带走。对不起。今后怎么搞？你无关痛痒。偷亲，对啊，你有发现吗？你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偷亲什么？你刚刚当掉的时候，我亲了你的头发。耶！奈奈，我的耳朵啦！奈奈，你的耳朵。哎，对对对，他叫我奈奈，因为我以前在城那边。他说太大声了，不能。我都有临场感了，他。你刚热的时候不是也长这样吗？你的酒馆被我打了烊，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话，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你无关痛痒。来喽，转喽，转喽，你自己转。转啊转。转啊转啊转，没能转进你的心上。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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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谁都在把自己点亮。你的酒馆被我打了烊，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话，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哎呦，不要最后有养到就好，无关痛痒。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
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对。哦，好塞哦！谢谢本文文。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说。谢谢本文文送的掌声鼓励。要不然我会病变了。病变怎么唱？忘了。谢谢刀上的掌声鼓励。你出现就沉醉了。哎，原谅我刚刚那个酒馆，我很怕我拉到你的音。你真的要玩？对了吗？还是等一下？我现在在想他，我们要怎么让他出场？要比什么？说不出那是假的。我刚刚口水喷出。肉做的。呀。Hello， 布斯。说不心酸那是假的，我真的没那么爱过一个人灵魂的人，都是黑色。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承受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话你都说，爱我的事你不做，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你的悲伤我默默不参破，我也会把曾经的眷顾当施舍，不拒绝就没太多，从此你在我心里只剩绿色。原谅你了。那是假的，你的名字依然深深刻，每个字都刺穿我的心脏，那是心不痛，那是橘红色。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刺手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话你不说，爱我的事你不做，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你被什么不参破，我也会把曾经的结果当时啊不切记得什么。因为他说现在戴耳机自己走享受。你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来了。唱一首歌。刚有人说现在戴耳机是一种享受。啊！我我鸡我我鸡我我我鸡我我我我。高嘉诚来了。晚安。骑车的那位冷笑，对不起，骑车的。骑车。其实骑太慢，都跑到对不起，不过我真的是非常抱歉。天啊！谢谢博汉送的掌声鼓励，博汉。我在比赛博汉，博汉，杨兄，对不起你。旁边是哪位大神？对，我菜市场回来的。哎、欸，我也是菜市场回来的。对，我们都菜市场回来的。我小时候最爱跑菜市场。我小时候也是菜市场。真的，我说，阿爸也是，傻眼，菜市场小孩、我是那个菜市场的小霸王，真的，我以前都带着整全菜市场的小朋友出去玩，除了阿爸，那个不是小朋友，因为那时候跟他没有那么熟，不是他不算你的小朋友吧？应该是带比你小的，没有啊，我也会带着，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菜市场就是我的地盘，了解，老大好，小霸王。我之前说自己是小霸王，小霸王，快结束了吧？还没啊！我超爱他们的。他不是去当兵了吗？好像回来了，哦、不是，好像还没。可是有时候会活动，我觉得超恶心，好可爱。我喜欢。Hello， 吉川，现在就是小型菜市场，来哦 ，NC。几霸、啊、不是一斤几
바코 촛불에 하늘 촛불에 하늘 台风天超贵。要的要喊。哎，我前阵子啊就拍了证件照，然后就是其实还没有到说很丑啦，然后我就直播贴在后面，然后我也跟他们分享，然后他们就说要喊价这样。来，你们自己说，我证件照一张你们要买多少？他们超夸张，买我那些人有到千呢。证件照我一张，证件照我四张才300，我就跟我讲到千。我想听那个 EXID 的。我知道，这他们的歌怎么可以不听过？这首蛮早的吧？李明明说很漂亮，对啊，很漂亮。Dinosaur 是恐龙。너를보내마음속에사랑해내본능이고백버린나를가둔내친구를둔러싼수많은경쟁자 Yes I'm a soldier You sweet mint 장전발사기전에작은들이불어나 Yes 완전장장쿵장장장쿵장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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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장家里没动静过。哎，我们是下酒菜的概念吗？我嘴刚那里。你能平常这种很严重的吗？你要讲他还是听得懂的啦？哎，我豆豆，刚长的。我吗？你啊，这边对对，鼻子那边。刚长的。我无醉，我无醉，无醉，家里唔免动静过。还有什么？我想害怕人。那个鸡鸡小号说怎么唱的歌？啦啦啦，注定要丢鸡鸡小号说啊，鸡鸡小号说。好鲁多，我来照顾你，你来照顾我，你来照顾我。哈哈哈哈哈！这他叫什么？谁 ？Steven。这是很不，看起来很不。Steven Estinius 的啊 ，ster， 然后 Even Steven， 怎么收到消息了？就是他很想你这件事吗？哦，好像是他秘密空间坐蛮前面的。啊、哦，真的吗？真的吗？天哪！可以不要吗？哎，没有啦！你会发现有炽热的视线。秘密空间就锁定你了，有没有？你会发现有。坐这么前面，谢谢博汉送的掌声鼓励。哎、欸，下面的讲面面英语教学，他们是在笑我吗？我英文真的超烂的。我昨天才讲错英文。我是连讲都不讲，因为我讲一定会错。丢脸。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爱。烂到这种程度，可是我姐比我慢。那、谢谢亲爱的都送的礼物。心动拜拜。我一个嫌弃。我们可以想一下他的玩法了，之后。就是拔出来，然后再插回去。明明你也死定了。啊！为什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全第一排，哎呀，第一排全特工，真的假的？大家太厉害了！傻眼呢、欸！这么厉害吗？来，我给你挑哦。这一首第一，来，然后这个是 Love you， 然后这个是的滴滴滴，这不是很帅吗？这首歌。这老爷。面又是就是最新的，不是。最新的。他们最后一次的，因为那个哈尼不签了。可是会不会继续吗？
会继续活动吧，我不知道。我跟他不同年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你们来，我给你选切尔东 ，Me and you， 滴滴滴 ，I love you，I love you，I love you， 跟我来。I want you, I need you, then come back in my time. Come on, let's go. 对不起。Come on, I'm sorry, come on, let's go. 记得对了 ，Come on, let's go， 不要怀疑。选一首，给你选，切尔东。相爱也告诉你找那个什么歌词？歌词吗？怎么唱？你还记得吗？你给我歌词，我应该就会唱。耶耶耶耶是什么？耶耶耶。阿耶，啊！我想，我还好，阿耶，我还好。哪有这样的心？啊啊！我就给你的选择，然后你给我一个选择外的选择。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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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听就给你听。哎耶！我要固执吗？还是我就让他听？他妥协了。看我多爱你，实力宠粉。我就给他们听一首歌呀。听什么都听。啊耶。啊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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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裤子在抖。我不会。荒山亮的天落光吗？啊，我先唱这个。那是台语吧。哪有这间的时分，咱两人永远做伙的彼个梦，你就是唯一愿望，你是我的从今以后的未来，最后一摆的恋爱。我的爱乎你一个，想乎你全心全意的彼个人，我的是爱你到底。我爱你，只爱你，全世界只有你。我爱你，只爱你，你是我的永远，你是我永远注定的，注定的命运，命运，相爱的故事。太厉害了，后边。我们前面比较厉害。对。露露唱台语歌好听。快叫你心回归，我的心回归，那就出红对面墙。快叫你心回归，我的心回归，那就你茫茫，我平安安，我平安安。等，我直接被你拉走。得了。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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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叫被拉走。哒啦哒啦，好傻眼。谢谢切尔东送的掌声鼓励，谢谢本娃娃送的掌声鼓励，掌声鼓励。王皮包，之前王皮包也有一首歌，对不对？哒啦吗？也是哒啦。对，你刚才要接什么心会亏吗？挂掉你，无法度。那只了的是，我不会一个字。一枝草，一条路，因为乌爸母嘛无卡纸，只要思念思念你，我滴呀滴咪咪，你来牵我的手好无？甲你聊嘛聊天天，我飞呀飞上天，咱何时才会到？哎呦！快叫你心回归，我的心回归，那就春风对面墙。快叫你心回归，我的心回归，那就你茫茫，我命昂昂。耶，栗子，栗子，栗子，啊啊！栗子把我放啊！把你放在哪儿？把你放在雨晴后面。哎，你太狠了，给人家一点安慰，拜托。把你放在雨晴铜牌。你觉得可能吗？你喂，后面来，我帮你上，我帮你。我帮你放那个面面铜牌。怪栗子，把音量调低，静音，静音，来放心里，
对啊，我刚刚想要说把它放心里的，可是不想完成它，它已经在我心里了。好好，澳洲肉，澳洲肉，谢谢亲爱的东的 love， 这叫做爱在心里口难开，家里。真想跳，哦耶，啊耶，啊耶。本完之后的掌声鼓励。要把要比要把嘉义宠上天，宠上天。那个擦玻璃。擦玻璃。我不行。幸好没有戴耳机，吵死了！哇，你们两个呜呜，居然抛弃我，谁抛弃你啊？没有人抛弃你好吗？我要找什么来着？我要找这个。不要再！既然我们没有抛弃你，我们怎么抛弃他了？要找一下，我忘记在哪。Number one, I have that.
谢谢弟弟送的玫瑰，没有我还在。没神的，你不要乱讲，没神的。哦，哎，哎的，我以为他对，哎，我超喜欢这首歌，叫叫叫叫叫叫平哥，叫平哥，等一下。Hello， 悄悄香肠，谢谢佳丽送的玫瑰。再见，谢谢佳丽送的芭拉，芭拉，芭拉，日文的玫瑰，芭拉。巴拉啦，他问你晚上可以请假吗？好啊，怎么了？你要睡觉吗？还有谁是戴耳机的？巴拉啦，热的面包去。我超爱这个，你听到我让你嗨起来。好，好可爱哦。你有没有看到他给？我的。受不了，我还在我来做这一个，这首歌叫什么？找得到吗？不是这首，不是找得到吗？我想一下啊，你先继续，我想一下。豌豆这个，好香。不然中第一个就坏掉，辛苦了，都穿好了。他在忙，等一下，他很忙，超忙的那一种。忘记了怎么办？他哪忘记这个？晚上吃饭啦啦啦啦啦！他问你说晚上可以请假吗？因为他现在耳朵已经震了。哎，不行啊，静音也可以看，好不好？静音看起来，谢谢千人都送的口红，它叫什么？什么口红 ？Steven， 面你在那，我在跑，可恶来了，Steven， 你的名字我真的会忘记，你就像史蒂芬。史蒂芬可以，哎，史蒂芬，你这一杯叫 Seven Eleven 吧？我觉得豆豆有可能。他真的很帅。好的，我知道我很帅。Yudo， 很帅。Yudi， 易游。OK， Bubbly。什么意思啊 ？Bubbly 好像是就是很高消费、很随意花费的意思。听说是这样。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记得 OK Bubbly 这句话。对，因为他的主角 OK Bubbly 很可爱啊。一诺叶文是哦。泡沫不是 Bubble， 他好像是一个，就是对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想要那个大叶那个。不要，那个很不行，那个不行。你说 Viva 的，等一下。对。每次夜的点不一样no 你不要我播给你们听，有小小兵的版本，等一下，什么事情？给你们听，我很爱的好了啦，不要帮我吃。来来来来，
浩跟妹妹的冷知识，谢谢。没有阿浩，阿浩是谁你知道吗？谁？是他那个雨晴在帮他新的吉祥物取名，然后他就说要取叫阿浩，直接被拒绝。别回阿浩第三天。这是开趴了吧？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开始。好难念哦。纪念物。好了，不要啊！我想要听，我要听他的。Takaki。等一下读他的才会有他的声音。谢谢粉丝。对啊，谢谢粉丝的分享。他的。そうです。ゆうや。又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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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n 进来了，我真的很爱他的曲。可以安利一下现在在播的曲目吗？どうしていいの？ままでいいの？可以播。今は ね。に肉さん大好きな平成ジャンプの一番大好きそうです。はい、あの、はい、メンバーの自己紹介の歌です。多分今日现在是肉肉自己最喜欢的平成ジャンプ时间。这首歌叫 Viva Nice Soul。 对，然后这是一首各个成员的介绍，就是成员。我们应该也要来玩这个。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好了，我们是要进入我们那个。我这个念排名会直接挂断。哦，所以不能念。所以我都没有念。哦，你就不开。可以。我们要不要难得念？你可以难得念一下。难得念一下，等等。我刚潇洒的挥了一下我的头发。我可以，你等我，你不要催我。哎，他们刚刚离开的时候，面哦，不是这个催我，面，他们刚刚 cue 面妈说要不要来唱一首高歌一曲。那个马尔济斯。马尔济斯。那露露是你的菜吗？露露是。我唱我要吃的。我要吃的。哎，对，上榜放这个。我很少念，我好像人生只念过一次。乱乱的部分，你说开这个难得好，人生只念过一次。然后就是我那时候成功之后，我现在就想说念一下好了，这个就当掉，直接挂。有，来，从第十吗？从第十吗？还是今天有送的都念？可能有点太多。有啊，从25开始念。很美。好了，我们要来念今天的钻石贡献吧。好的，我们第25名就是我们的太阳啊！太阳的上榜了。好，今天的第24名，快来呀呀！就是7700节保镖弟弟，耶！好感动，我也有掌声曲。神队，耶！今天的20，我刚差点就是23，以为我23跳了。21名就是真的，20名就是肉肉的日华，耶！19名是我们的加油。17名是杨生，耶！我们16名是龙龙，你看他龙龙，太龙龙也好，耶！我就是每天都
想起到了，这里啊。浓浓啊，第十五名就是我们的薄体，薄体。然后我们十四名是毛怪吗？你等我一下哦。好棒哦，有手艺太棒了。这个建议吗？我还从来没有哈。对，我们的四名是我们的毛怪。耶，谢谢。我们的十三名是我们奇乐高。我们十二名是我们的新鲜柠檬。这个是叫你阿正熊还是叫阿正十一名就是我们的阿正，因为他喜欢柏林，现在后面加一只柏林也熊啊，是柏林熊。熊第十名是我们低调的小爱，第九名就是我们好久不见的高高。第八名就是我们被施压的博汉，博汉，好来了，学会念他。第七名学会念他，第一名，第七名啦，第七名啊，对啊，第七名。第六名学会念他，学会念他。第六名就是我们的阿神。掌声鼓励。第四名就是我们的 Champion， 小小小兵。第三名就是我们切豆，小小小豆。第二名是我们的，他头贴是谁？柏林，柏林，我们头贴柏林的小雨。怎么了？哈喽，报告。好，第一名啊，第一名，第一名来了，第一名，一二三，第一名是我们的本娃娃，哇，一下折起来，我傻眼，这些有礼貌吗？谢谢本娃娃，耶、yeah! ，谢谢大家，好开心是吧？念榜，很久没有念到榜，好的，好啦，我们就是你让我每次关直播都很快速，拜拜。好的，大家晚安 ，Goodbye。我之前是尿急，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我等下十点整，我就要直接关掉，拜拜，然后就关掉，然后去厕所。好，那我自己待会还有八点是吧？大家去看八点，我怕我会不会播自己睡着怎么办？怎么了？然后我在旁边啊啊，怎样是怎样？好啦 ，Goodbye， 晚安，乐乐拜，我先走了。我要吃面呢。哦、不是我姐姐教我说叫欧亚斯密就好了。欧亚斯密，拜拜，拜拜。